觉得一个好的人才呢，他必须跟老板或者是跟公司呢的理念的价值观是一样的。我觉得一个好的人才呢是没有贵的，因为只要一个人才能够提供价值呢，往往呢他都是最便宜的。如果今天一个人才呢没有能力可以提供价值的话，那么就算今天他的薪水再便宜的话也是没有意义的。他对这个未来的这个规划也是非常的井井有条，我觉得这个是我值得去学习，也是一个很好的平台，让我对这个房产的领域有更深一层的认识。我就觉得他是一个眼光很长远，为他的公司打造一个很完整的一个生态，所以呢对他的印象就非常的年轻有为，很帅，然后也很有成就。他 ecosystem 他 plan 得很好，我觉得他很 well thought out， 所以呢我是想要跟这样的一个领导者。那个环境跟影响力跟感染力是非常的重要，最重要员工要看的是前途，有前途，有前途。不管加入任何老师的团队啦，对我来说啦也是少一点多，所以 since Chris 老师他肯教我东西，那么我就愿意付出一百八十分的薪水。他对他自己的企业非常的有规划，然后他现在从事的在做的这个生意呢是非常有前景的，所以想要加入他的战队可以跟他一起学习。 OK， 其实当下我是很犹豫的，我相信应该有七到八位导师在选择我的时候，我在想要选哪一个。我发现到 finance 这一方面是我很缺乏的一个知识还有经验啦，所以我决定了跟着 Chris 这个导师来好好的带我。只有当今天呢我们的团队是自己人的话，员工团队才会当为老板，跟公司是自己人，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大家才能齐心一致，他日我们才能一起去共赢未来。只要你肯相信你的员工，肯让你的员工付出，发掘你的员工的100%，这样子这个员工是对这个员工是一个很好的恩赐，就是会爱惜人才，然后呢会把他愿意会把他所会的东西传授出去，然后呢对自己的企业是有规划的，然后公司的员工和老板呢都可以一起进步，一起成长，富有同情心，然后会很照顾我们，给到我们一个目标，然后一个梦想去冲，然后也是那个会愿意去分钱，然后去体谅员工和老板。我想要他可以有 empathy，然后也可以了解我们员工的立场，也 understand 我们的需求，还有一起的做得更好吧。我非常感恩你会选我，然后我希望能够贡献我可以贡献的东西给你，然后我也可以在你身上学习的更多，我们一起联手打造一个更好的战队。谢谢你，谢谢你选我，谢谢 Chris 老师选择我，那么我们希望可以跟 Chris 老师一起走到最后。Chris， 谢谢你，很开心可以加入你的战队，我们一起加油。也希望我可以用我之前的那个经验还有经历可以帮助 contribute 他的 company， 所以我们一起加油。